小龙虾是虾还是虫子？从生物分类学的门类别来看，小龙虾的确是虫子，但是如果你从目的分类级别来看，小龙虾就是虾。从生物学的生物分类学来看，小龙虾的分类是节肢动物门，节肢动物门是动物界最大的一门，包括自然界大多数的昆虫，例如蚊、蝇、蝴蝶等，同时也包括蜘蛛、蝎子。另外，节肢动物门中甲壳纲包括了螃蟹、对虾。从目的分类级别来看，小龙虾是虾，形似虾而甲壳坚硬，成体长约 5.6 至 11.9 厘米，暗红色，幼虾体为均匀的灰色，有时具黑色波纹，钳子狭长，是淡水经济虾类，因肉味鲜美广受人们欢迎，因其杂食性、生长速度快、适应能力强而在当地生态环境中形成绝对的竞争优势。